趣味玩汉字，天天长知识，字字是童话，汉字有意思。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听不出来吗？京剧耶。是京剧啊，那是什么内容呢？这个吗？哎，就是《霸王别姬》啊，可精彩的呢。你喜欢看京剧吗？当然的啊，生旦净末丑在国剧中代表着不同角色的定位，你没有听到他们唱的有多好听吗？等等，生旦净末丑，代表什么角色啊？生有老生，有小生，有武生，还有娃娃生，小男孩。旦呢，就是剧中女性的角色啊，有青衣、花旦、老旦、刀马旦、武旦、彩旦。我还复活节的彩蛋呢。哎呀，你别打岔了，你到底要不要想知道呢？妙王镜就是大花脸啦、啊、脸上的色彩啊代表不同人物不同的个性。墨其实归在生行中，属于配角，而丑顾名思义呢就是小丑，又分为文丑以及武丑，这样概略的给你说明一下咯。我觉得你真的什么都会一点耶。好说好说，今天呢就来说说旦这个字吧，既然你都对这个字有兴趣了。好啊，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，意思是不是天刚亮的时候呢？当然是的啦，说得真好。旦的甲骨文很有意思哦，甲骨文呢是上下各一个口，上边的四边形指示符号代表着天与空间，下边的四边形指示符号又代表着大地。造字时代啊，古人认为天地是两个无边无际的平面哦。对耶，好好玩哦，其实口画的也不像口，所以用四边形来说啊。而且有的甲骨文上面不是四边形，而是用日来代替天宇，强化日出，而且啊天地分开的含义，好神秘哦。旦到了金文呢，将代表大地的方形口写成实心的黑点。我来看看。哎，真是不得其意耶。到了篆文的旦啊，又将实心的黑点改写成一横的一，代表地平线或海平线。原来如此。照字本意呢，旦是一个动词，世界呢从黑暗混沌合一的状态中啊分离出天地，也就是天亮，古人称日升，而天地分明为旦；称日落，而天地不分为末。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字哦。记得啊，你说墨通目光之城的墨嘛。哎，你有记下来哦。当然喽。好啊，我们就信誓旦旦的这样说明喽。我们旦这个字就讲到这里啦，汉字有意思啊，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喽，拜拜喽。汉字有意思是由刘墉老师独家授权直播，谢谢收听。